鼎盛元宝街将于6月14日至6月30日盛大举办第二届皇家游园会了，有飞龙与火凤起舞。长达17天的游园会中，我们会为大家呈现超多精彩。 专业 dancer 身着华丽的传统服饰将带来潮舞快闪，还有汇聚了数百种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、饰品及创意礼品的古风潮玩市集，还有二跪摔跤和400余年历史的龙化中幡。 千变万化的川剧变脸和精彩绝伦的东窑马叉，来鼎盛元宝街看皇家游园会。游园之余还有6000余份礼品等你来拿，快叫上亲朋好友一探究竟吧！